到波士頓之夜在我的面前呢，就有一隻活生生的波士頓龍蝦啦。今天呢要教大家怎樣劏龍蝦。首先你一把很鋒利的刀可以用菜刀的。那呢在龍蝦頭和尾中間這個接位那裡呢，你用最尖的地方篤下去呢，那它就可以在最快速的情況底下呢死亡。咁咧喺個頭嗰邊咧破開咗先，好啦，咁佢就會迅速冇咗知覺噶啦。跟住咧，你要開邊蒸蒜蓉，或者你要燒烤咧，繼續將佢反轉喺呢一度，呢度落刀。咁當然你要一把相當鋒利嘅菜刀或者餐刀啦，咁就可以將佢一分為二噶啦。記住啲膏咧唔好嘥喎，擺翻去中間，陣間整熟咧就會有一隻美味嘅龍蝦出現喺你面前噶啦。